是歌坛巨星，爆红港台，却娶两房妻子，最终大老婆因忍受不了出家为尼。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早在温拿乐队时代他就屡屡创造了白金唱片销量的成绩。1984年在香港无线电视举办的十大劲歌金曲40首季选歌曲中，谭咏麟一人占有十首歌曲，并在年中囊括了香港乐坛的多项大奖。提及谭咏麟，或许每个人都了解他。在他当红的时候，他一度和张国荣相提并论，为此两人的粉丝常常掐架，甚至有一次几千粉丝大打出手，令张国荣在停车场被困6小时。从84年到89年，两人被比较了5年。直至谭校长宣布退出任何颁奖典礼，在歌坛，他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巨星。而他在感情上的经历更是丰富，令人忍不住羡慕他的奇人之福。在他还是一个没有成名的小歌手时候，25岁漂亮青春逼人的杨洁薇在灯火辉煌的夜总会一眼看中了他，从此开始了一段纠缠不清的爱恋。和谭咏麟相爱以后，杨洁薇辞去了化妆品公司的职务，甘愿做谭咏麟背后的小女人，孩子掏腰包去学舞蹈设计、舞美编排、灯光调度，对谭咏麟的穿着、海报设计更是亲自把关。80年，相恋7年的恋人低调成婚，没有婚纱，没有亲友的祝福。穿不穿婚纱算什么，只要能嫁给心爱的男人。甚至为了谭咏麟的事业，放弃做母亲的权利，屡次堕胎。婚后杨洁薇在家专心照顾公公婆婆，在谭咏麟的事业上也是倾力相助，而谭咏麟也一步步成名。84至87年连续4届夺得最受欢迎男歌星奖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皇巨星。直到93年，由于谭咏麟为岳父的一篇讣文引起媒体惊呼，谭咏麟原来早有家室了。面对的舆论，杨洁薇挺身而出，维护丈夫，是我坚持这么做的，与谭咏麟无关。为了你，我愿意面对全世界的质疑。然而由于屡次堕胎，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已经永远无法生育。而谭咏麟也感叹自己的香火无人继承，两人的感情产生裂痕。在一次歌友会，谭咏麟认识了年轻貌美、小他22岁、刚刚18岁的朱永平，两人的地下情持续了5年，享受朱二女士一夫的日子。
直到1996年，朱永婷意外怀孕，谭咏麟在满月时抱住孩子的照片被拍到，两人的地下恋情曝光。杨洁威只能委屈地默许，毕竟自己已经无法生子，而且在这个男人身上他付出了女人一辈子最美的时光。信了佛的杨洁威只能夜夜独守空房，忍受住丈夫和别的女人的甜言蜜语。生下儿子的朱永婷不断给谭咏麟吹枕边风，劝他多陪陪儿子。而且很有生活情趣，令他乐不思蜀，地位越发巩固。谭咏麟与发妻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。谭咏麟也说，这种混乱关系希望大家不要学，也不是每个人能学到的。为了弥补发妻，他将将近10亿交给妻子打理，然而他不知道杨洁威并不在乎两人的财产，只是想丈夫多花点时间陪她。越是隐忍越是放肆，朱永婷被带进家门，带住孩子，讨好婆婆。2007年被拍到谭咏麟带住朱永婷到铜锣湾吃饭，三代同堂过冬至。2009年，谭咏麟61岁大寿，谭咏麟带住朱永婷漫长敬酒，好友们改口叫大嫂，朱永婷跪下为婆婆斟茶，用意明显。后来，越来越多的家宴场合，很少能见到发妻杨洁威的身影。而原来由杨洁威打理的财产也被迫交出，将来有谭咏麟的孩子继承。在这场爱情的战争中，他终究一败涂地。愤而出家，从此青灯古佛，相伴一生，只能守住一个妻子的名分度日，从此孤老。她终究是不幸的，为了丈夫付出30年，屡次堕胎，不能享有做母亲的权利。或许出家才是她最好的选择吧，希望她能在佛法中得到些许慰藉。参考来源